大家好，我是不爸。今天除夕夜，不知大家有团圆围炉吗？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回家团聚？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一样有准备一个企划，是第一季反过来走走这个企划的最终回。这个企划从2021年7月11日发布第一部后，到今天历时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吧，终于将1到100号测试完了。最后的5组10个号码就如画面所示，使用的款式为好运连发，头奖200万有6张，中奖率落在 36% 等等。看完奖金结构及游戏玩法后，就马上开始开刮。第一组是38跟83号这一组，第一张先由83号，它有分成上下两种游戏，下面的两个游戏就是要三个八连成线，上面的则是要三个发连成线。8782882182没了，这个是200万。再看这一组，8851382828没有，那这一组也没有了，也是200万，我这么大的头奖。再来是游戏二，要三个发，旺复发没有，发发顺，旺福发没有，奖金5万，这一张的奖金都还蛮大的，福发福，发福，发旺发。发急发没有，我要发发发，整理。83号这一张代码是 OVP， 没有中。再来是38号这一张，从上面开始刮，要三个发发发，发复复发复发发，这一行就没了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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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，发发旺没有。奖金是200万。再看第一局，没了，急发了，急发旺，奖金是5000，旺发旺，发旺发，没有。第三局。到三个八，已经是1000，868没有，858没有，7787没有，最后一局游戏832866没有了。八，从这边刮回去看看。8 5有吗？没有。整理。
38号这张代码是 TEP， 没有中的代码。第二组相反数号码是78跟87，先从87好了。发发发发发福，我不要再发福，发乐发急发富，没有。来看第四局，34888131384，所以都没有。第三局478816，没有八，没了，连200也不给我弄，这个也是200。再来蒋金南。福发乐，顺发发，没有，发富旺也没有，都没有，整理。87号这张代码是 IRV， 没有中。来看反过来的号码，78这一款的7不好刮，刮到手有点酸了，因为要用的力气比较大一点，而且再加上一直都没有中，所以越来越难刮。讲完就让我中一个200块。再来这一局883 756 188，没有。看看发顺88，没有。发吉顺也没有，发富发200万，乐发发要有中才会乐发发，发顺吉发发乐，整理。78号这一张中了这里一条线888，两把代码也是 TWO。 来到了第三组是9跟90，这一组相反数，先从9开始刮，发发福，发吉旺，发发发，先不要刮多少钱好了，来看第一局，发财了，呵呵，发财了，旺福发。发发旺，奖金是50000，这里要38，没有半个八，288188，奖金200万，
八，八，还有吗？没了，最后一行，八五八，奖金是200万。这一栏的奖金有多少？哎，300，整理吧。九号这张中了第二局这一行发发发，奖金是300元，代码是 THR， 换它的相反数90号。游戏三，188883278都没有，868428158有，等一下再来看代码，不，等一下再来看奖金，即发付，没有。也没有，奖金是200万，发发顺，发福财，富发发，奖金是200万，这一栏是200块，整理。90这一张代码是 TWO， 第四局的这一行888，200元，第四组相反数97跟79，先来刮97，没有，没有，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第四局，847没有，868没有，488没有，228811。都没有，整理。97号这一张代码是 TEF， 没有中。再来是79。它的相反数，游戏三，748868882
0888688182200万，当然是没有。乐发旺，没有。都没有。负损阀没有。八发机没有。整理79号，这张代码是 FVO， 没有中的代码。今天最后一组的号码了，分别是47跟74号这一组相反数。先刮74号，从第一局发福发。没有，没有的。第二局没有，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奖金是200，游戏是。没有，奖金200，都没有。奖金200万，没有，整理。74号这一张，它的代码是 HRP， 没有中。今天的最后一张了，也是这个企划的最后一张了，等于它是全村的希望。47号，从第四局开始刮好了，783。847 828 第四局没有。第三局288 818 383第三局没有。游戏一，吉巴巴，巴布乐，发发福，我不要发发福，200万没有，最后一局游戏，发富。没有，有吗？没有，整理吧。47号这一张，它的代码是 OYW，
没有中的代码。反过来走走，第一季所有的号码全部测试完毕了，感谢大家一年多来的支持，终于在2023年兔年的这个除夕夜来画下了终点。我们第二季的活动将在这一季结束之后也会马上展开的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祝大家新春愉快，步步不霸，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